我们找个意义花了十年时间，终于把这个池潭谷这里建起来了。现在是营业，人不是很多。Here is Kaiping Chikan Town. Spend a lot of money to build up this with local government and some private investment. 就是这种人流就不会觉得很难过。 喺呢条桥呢度咧，睇过去，住睇碉楼，都好唔错喎。即系起得都 OK 啊，即系投资咗，起码喺呢个碉楼嘅地方唔使咁破落。虽然试营业，但系人都好似好多，啲人本地人先知道开，所以先嚟。 餐廳都未開嘅，仲有得睇戲啊，睇大戲，現場直播，文化遺產啊，肯定要有啲文化先得。 发展商跟本地政府一起投资了多少亿，然后花了十年时间建的，是新的，不是跟丽园那些地方呢，就是旧的，而且它纯粹就是一个古建筑嘛，但这里面就是新建的，它融合了所有的建筑文化还有艺术放一起。主要是这个人流呢，暂时还算。 地方发扬光大，人满为患就很多了，因为他要收回投资嘛，所以门票和旅馆的这些不会低价的。现在过年才刚刚好，他们的特价票，总体来说还可以。在这个茶馆吃了一个小早餐。 云吞面的，今天把那个船给停了，因为有什么大风还是咋回事？世界级景区咁夸张啊！你嘅形容词咁犀利，东南亚，亚洲，应该坐小火车啦，佢仲有个小火车。 叫做，我唔知咩叫姑婆楼。
多人都很看好这个地方哦，因为它新旧融合，还是比较 mix 各种传统文化的地方。道馆嘛，那很多大师在画画，他画景点，我拍他。洗手间在哪里啊？洗手间。小朋友要吃披萨，所以没计啦，要踎低啦，要坐低吃披萨。真榴莲口味，哦哦哦！出不去，不知道怎么出去。现做的披萨还不错，是电炉，电炉来的。买了单就可以开门出来玩了。这棵树真的挺有特别，古建筑是要跟植物一起才好看的，如果单纯就这样建筑就没有那种感觉。这个披萨店不错的，可以来试试的。在正桥脚这个地方 coffee shop 听说都很好的，他们说挺好下的。神奇，又出来了。因为是它是一个铁，然后两个箱，磁铁，就是两个箱，你看，你看，它不像是磁铁呀。磁铁的话，它不能挂得住啊。小贝，你看看。这是很棒，这个阿姨很棒。白纸变红包。给我。吹一下变钱，哇，变钱了！掌声！大朋友、小朋友都有，红包！这
是真钱来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说什么？真钱来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哎呦。回去喽，回家了。原来这条路轨慢慢会放下，然后火车就会经过。哦，怪不得刚才是竖起来，现在降下来了。原来火车快到了。原来这样。这里倒是很旺的，肯定的。它大把小的店、大的店都可以出租啊。没疫情，经济应该可以了吧？坐的确可以坐酒吧一条街，这里，啊，有这个可能性。他们在等火车过来，然后看他究竟是转头呢，还是直走？就这种等待。等待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哦，这个地下会转的，会转，然后呢，那个火车就会过来，走开，危险的。转，跟住就对准，跟住佢就可以过了，耶。转吧，比呢？又发现古树了，有古树就想爬了是吧？你建那个什么罗马拱门呐、啊？罗马这厕所吗？罗马厕所。这圈圈，没别搞。那要他们走好难呐、啊。那也挺好的，住下来。厕所在这个位置的、哦、厕所在这里、哦、所以很隐蔽的，试运行，所以门都没写清楚的。出来这个是中心区，中心区有法国大餐，其实吃面包的啫，面包店。啊，这些人多到，这个就是我老公细个吃的炸豆腐啦，煎豆腐。这个就是当地小食。哦，啲嘢好贵喎，哇！